到你家，你呀、啊、你爸在，你妈妈就劈头盖脑就给了个俩锅盖。不是那哥哥的跑得快，差点就打出我的脑汁来。第二次我到你家，你呀还不在，你爸爸他出来了，打了那俩烟袋。不是那哥哥跑得快，差点就打出我的脑汁来。我到你家呀，你呀还不在，你们家的那老黄狗，老黄狗咋的了？